与你香港羽毛球，今日有幸参与2022年油尖旺杯青少年羽毛球比赛。作为一个施善员，今日睇到香港嘅羽毛球唔单止普及，而且水准亦都提升咗好多。唔信大家睇下，有啲小朋友得五六岁，但系已经打到有板有眼。另外有啲十零岁嘅青少年咧，技术更加系非常之突出。佢哋拍住港队嘅杨佩林同埋吕俊伟一齐比赛，一啲都冇怯场，发挥得仲好超水准添啊！另外，2020年东京奥运会混双四强嘅邓俊文先生都有到场作为颁奖嘉宾，我仲有幸同佢影相添，真系好开心啊！下次有机会再拍多啲香港嘅羽毛球俾大家睇下。多谢大家收睇与你理财嘅羽毛球分享。